老师，请问你觉得班丹卓柱是怎样的一个人？班丹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副校长，对学生呢关怀备至，对下属呢更是照顾有加，是一个很好的副校长，我给他一个赞。Teacher,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班丹卓柱? 班丹卓柱 is a very understanding person, caring, friendly, and she's very helpful. In short, she's a wonderful person. 请问你觉得班丹卓柱是怎样的一个人？班丹卓柱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同情心、也很慷慨的一位副校长。
他凡事都为学生着想，可以看得出他很爱逛逛。谢谢。Cikgu, apakah tanggapan kamu terhadap bantuan sosok? Dia seorang yang komited, seorang yang bagus. Kau dia, kau dia. Cikgu, apakah tanggapan kamu terhadap bantuan sosok? Terima kasih. Puan Tan Chor Choo adalah seorang guru yang sangat berkaliber, sangat bertanggungjawab. Saya sebenarnya sudah mengenali beliau sejak tahun 1990 kerana kami sama-sama mengajar di SMK Jeram. Beliau sangat prihatin dengan masalah budak dan suka mengambil tindakan segera kalau ada masalah dengan budak. Jadi saya rasa beliau sangat sesuai menjadi seorang guru penolong kanal anak wan murid. Terima kasih. Cikgu，你觉得班长楚楚是怎样一个人？我觉得班长楚楚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处事方式是比较倾向于帮助学生，而不是只是为了惩罚而惩罚的老师。所以，自从我上任为总学长，他也帮助了我许多东西，教会了我许多东西。就算我做错，他也没有骂我。然后我常常看见他，都会提醒学生不要犯错。 我觉得他是一个真的很好的老师，世界上应该没有这样容易再找到他了。请问你觉得班长教授是怎样的一个人？班长教授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又很好的副校长。You show me what is deepest sea. Mm. 在五月份退休了，今天我们将和你做个简单的访问。嗯，请问你在教育界服务了多少年了？那么在这所学校又服务了多久？教育界服务了33年，然后在广华应该有9年半，在广华有9年半。 在教育界那么多年了，您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那么您如何解决您遇到的困难？特别使到我能够记得的困难应该是没有啦，都是一些小小的挫折或者小小的问题。 有时候我的上司或者比我年长的那个同事们都会给我一些意见，然后如果有时候遇到好像困那件事情困扰着我的话，使到我很不舒服这样子很难受的话呢，家庭的那个支持也很重要，跟家里人讲出来。 然后其他安慰一下，都会过去，他没有什么很大的事情使到我很难受，很难受是吗？嗯。那么请问副校长，教师这个行业是不是您的第一个志愿？啊，是的，是的。但是我最初选这个志愿的时候啊，不是因为我喜欢教书，是因为我喜欢课外的那种活动，好像是运动啊、爬山啊、带队啊、活动这样子。然后我知道。 只有做老师，我才有很多这一类的活动。我是学生的时候，我也喜欢这一类的活动。后来慢慢呢，我才喜欢上教书。然后我对这个行业，我没有遗憾，我没有后悔。那您对老师这个行业有什么看法？嗯，很好啊，是很好的行业啊。我有一些老朋友们。 有一个老朋友，他就讲：“哎呀，班长，他叫我名字啊，你当年是我们班上成绩顶一的同学。”
你为什么选择去做老师呢？因为他们都做一些好像银行里面的高级职位啊，或者是私人界里面的那个啊MD职位，有一个职位哦。但是我讲啊，人各有志啊哦，只要我快乐，然后我有时间在我的家庭，给我的家庭哦，所以我就没有什么遗憾哦。然后另外有一位同学又跟我讲，其实啊，好像医生。 是医病救人，在佛教里面是啊是啊祭福啦啊，说做老师也是算是祭福啊，因为你救回很多学生，你改变了很多学生，你影响很多学生，所以也是算是祭福哦。那么这些年来本校有什么转变？个人觉得，学生的素质方面也往下跑哦，因为啊。 政府的教育制度的关系哦，啊，有些家长对啊我们的政府学校也没有这样有信心。非常的那个 BPSMI 哦，从英文又转回马来文，所以有些家长会把孩子们送去私立学校或者是高中哦，那么就啊学生的素质方面会往下跑。 但是那是没办法的啦，我们做老师的也是一样要有教无类的。那么你对学校有什么寄望？越办越好咯，学校哦。然后啊，现在我看到的情况啊，不是说一位学生是靠成绩的，其他方面好像办事能力。 领导能力，还有你的那种啊，moral value 啊，什么道德方面的啊，你的品格方面也是重要的啊，还有你对工作的那种态度，各方面都很重要哦。嗯，那么您有什么鼓励或勤勉的话要告诉本校师生吗？嗯，加油。 再接再厉啊！你们是可以的。退休前你有什么感想、心情呢？又是如何的？嗯，退休之前啊，其实做了30年也是很累了啊。然后我在有一些方面啊，好像IT方面有面对一些问题啊，其实也不是很能够啊胜任啊，所以是时候退休。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希望您在退休后会有更精彩的人生。谢谢。